新安庙功德堂就在这个 Dharma Sri Indabatu 十一而已。这里已经增加人手咯 ，Teamworks。老板真会选啊，掉落的皮刚好是一个好料，香脆皮。看，吃下去，哦，一级棒。当然，是烧猪，拿来做慈善功德的话呢，也有分享其他的一个美食，尽情的享用。你们可以多一点关注这个信安庙哦。